看梦想街57号，我是李冠仪。人生要斜杠，汽车要跨界，而几乎呢，你想得到的这个汽车品牌都在玩跨界哦。当然，有一些车厂啊，有个性的车厂啊，即使要顺应大潮流，但是它也不会随波逐流啊。那今晚呢，梦想街57号就带着观众朋友，好好的来找找，在这个满满的跨界车当中，有哪一些最具独特性的高优质。高质感的这个优选。那么首先在冠仪身旁的这一款啊，我想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是跨界的新物种，不就是408。但是小钟，我们讲到跨界的话，这台车它到底是跨了什么样的界？是跨了跨界轿跑呢，还是跨界跑旅嘞？好，我们现在聊一下跨界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印象中比较深刻一定是跨界休旅嘛，就是它的这个跨界休旅，它比一般传统 SUV 可能比较低趴一点，比较流线一点，然后底盘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高。这跨界休旅包含的 CUV 也是这种概念，对，再来所谓的跨界的先辈车，像 Focus Active， 单纯的把悬吊加高一些些，然后也延伸出来所谓跨界的 Wagon，Focus 的这个 Active Wagon 一样是旅行车的样子，但是也把悬吊单纯加高。好，那今天现场在408，我觉得它真的是跨了非常多的界，你知道吗？真的，除了把车底盘稍微加高一点，比较有所谓的跨界风，我们印象中的休旅风之外，其实整个车身的造型是比较类似，我觉得比较类似像四门跑车的概念，好，那就按四门跑车跟跨界就很冲突的结合，就是跨界轿跑的概念。对，没错，那甚至它还融合 SUV 的这个跨界的特质在里面。对，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看到各种车体四门跑车，然后这个休旅车 SUV， 然后跨界所有的这个元素，通通在408上面展现出来。懂了，等于是跨了跑车，跨了休旅车，跨了旅行车。对，我说跨了非常非常多的界。好，那今天来到现场是最顶规的这 GT Premier， 它价格是156.9万，那入门的话，它其实只要136.9万，那中介还有一个所谓的 GT 版是149.9万，所以总共有三个车型。对，没错。那今天来到现场是最高规的，那它其实三个车型配置的都是1.2三缸涡轮引擎，搭配8速的手自排。那跟一般入门版的话，其实主要是外观看起来更凶悍一点点。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水箱护罩。那我觉得 Peugeot 的整个车哈，车系各品牌所仿生的设计，这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对，它发挥了淋漓尽致，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那水箱护罩 GT 车型它比较所谓的垂直性的线条，那我觉得入门版还比较横式的线条。包含灯具的 LED 头灯的这个造型不一样，因为高规的 GT 车型它配置的这矩阵的照明，所以它看起来的科技性跟使用起来的这个安全性照明感受也会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可以再往侧面来看一下，所谓跨界这件事情，很明显的，因为车身会搭配比较多的一些黑色塑料，那也跟在所谓的，我觉得它真的有一些实际的一个效果在，不要说你去off-road 越野啦，你光是在市区开车，难免会一些小碰撞什么的。你真的碰到这边的话，真的所谓的你钣金就不会烤漆不会受伤，对，你比较不会心痛，没错。它确实有一些真正的实用性在。然后大家应该很清楚看到408它这个底盘离地高好像比一般轿跑车来高一些，对。但是你看哦，它叶子板跟轮胎的这个间隙又没有特别的高，所以就好像跨界又好像很跑车，还是因为它轮胎配很大。19寸真的蛮大的，包含的造型也是比较类似电动车那种低风阻啊这种感觉。Aero Dynamic 的这个。对，没错。那其实轮胎的配置，因为它是米其林的 E-Performance， 有个 E 啊，代表它比较强调低滚动阻力。好，那你的这个在节能性上面也有一些加分在。有一个重点，我觉得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后视镜的方向灯。好像没什么特别好讲的，但它是垂直的。哦，真的吗？那你现在打会有吗？对，我们一般印象中都横的嘛，是这样子，对，一般横的。可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为什么它这边是这样，是垂直的？就一些小地方又在展现法国人就想它的设计的独特性，它就是与众不同。明明人家可以设计横的就好，我就不一样，我就要直的。我觉得这个蛮特别，一个小小的地方。这个会有让车主有小惊喜耶。对，你看我的方向灯就是跟你不一样。我光看一个后视镜的方向灯，我就辨识度都超高的，好不好？是是是，对。好，我们看一下内装，内装一定是Peugeot最新世代的设计。那这个仪表板跟中央的多媒体显示幕都是10寸的。那最大的亮点是在于 GT 车型它配置的这个所谓的裸式 3D 的这个仪表板。有，我们这样看就看得到了耶。对，它很多层，然后是立体 3D 的这个展示，就是大面积的大尺寸的液晶仪表，现在已不稀奇了。那好吧，你们大家都有，那我再做个 3D 功能。3D 裸眼呢？对，没错，看起来更科技感，更与众不同嘛。那除了刚刚讲的两个萤幕都是10寸之外，在中间的这个多媒体系统下面还有一个虚拟的按键。
它有个五个选项。哦，它不是实体的哦。对，那为什么要做虚拟？因为它可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这五个按键的排列跟功能到底是什么。哦，你可以移来移去。对，你可以客制化。那今天这台车因为选配了 Napa 的皮椅，这个要价要90,000块，那我觉得细腻度质感非常非常好。包含的，因为今天这台车是最顶规156.9万的，那它的配备差别在于说，它的这个前座都多了电动可调，甚至有按摩吗？哎，有，这是重点，按摩功能它是标配。哦，说到按摩功能哦，你说在双 B 车型上面，真的要非常高端的车型才可以让你选配、哦、比较旗舰的。对对。那今天408说真的，它只是B segment 中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所谓的销售型的车款，但你可以选，它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按摩座椅，然后列为标准配备。我觉得其实不管是408，尤其在 Peugeot Citroen 的车型上面，只要稍微中高阶一点车型，都可以看到电动座椅、按摩座椅这个选项，我觉得也蛮特别的，而且它。我实际用起来，它是真的有感觉的。有些是，比如说它单纯靠电动腰靠充气，稍微让你调整一下，那可能变化幅度没那么明显。但它真的有一直在，你说猫掌吗？在那边帮你按摩这样。哦，我养猫的，我最有感觉。还蛮有趣，蛮特别的。是。好，那我觉得后座也是一个重点了。但我觉得在介绍后座空间之前的话，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外观。因为它窗框下缘是一路往上。然后上面的窗框也是一路往下，视觉上面你会觉得，哎，好像我的后座的空间被压缩了啊。它是为了要看起来更像跑车，有跑格化一点。对，那可能一般比较注重后座空间，那这408后座行不行？但有一个观察重点，大家看一下真正车顶的线条，它并没有真的往后下修。懂了，就是视觉创造了一个让你感觉很跑的，实际上并没有。对，是是，没错。然后，而且你光看的车身尺码，轴距好像没有超过2.8米，好像也好。但是真的，其实后座很可以，我觉得可以请冠儀来试试看。好，帮大家来坐进去感受一下。其实进来光那个高度啦，就比一般的房车要再高一些些，所以你出入是非常方便的。那再来呢？哦，这个车内的空间前面是你的位置，对不对？对，加上我头发号称180公分的身高。好，了解。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太夸张了。你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我不用比拳头了，这超级多拳头的。真的是宽敞的，而且头部我刚刚介绍就感觉很压迫，其实事实上又很可以接受，对不对？对。哎，有大概一个拳头，三个指头，大概是这样子的高度。是，好，我是属于标准的这个女生的这个高度嘛，我觉得很可以耶，比外面想象中以为说它就像跑车一样，没想到它的实用性这么的高。对，没错，而且后面。出风口，对，然后还有充电孔，它也一并的都给你了。然后再出来选配了，对，全景天窗。啊，看起来视觉感更宽阔。就是这是玻璃哦，有全景天窗是可以开启的哦。对，没错。好，对于车内的通透性其实是加分的，而且因为它车内也很跑格，所以是黑色的顶棚嘛。对，对不对？那我觉得啊，很多人呢、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看到这个车的外形，会觉得哎，它实用性到底够不够？然后你坐在后面，你不会觉得说，通透性不够好。你看它这边，这个窗户。面积是比较大的，我是看得出去的，所以我即使坐在里面，我这样子看往旁边，不是说这边被遮蔽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坐在后面就比较不会晕车。是，然后这个小地方，而且我一开始我提到说，其实它还融合的 SUV 的跨界，到底跨在哪里？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可能比较高的底盘之外，然后比较宽敞的后座之外，真正跟 SUV 有关的这个空间，我觉得会是在行李箱哦。那大家一样看到这个掀背的造型，会觉得好像行李箱空间不太 OK。但事实上，一打开来看，它的标准容积就有536公升，536公升。如果在Peugeot家族里面，可能有比休旅车大。有，其实我刚研究过，它比自家的3008还大一点。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啊，Peugeot的品牌里面啊，现在这台车是当红炸子鸡。因为外观帅，大家进展间都要我要看408。我光哦，从我家出门啊，我常常碰到408车主，我还仔细研究说是不是试乘车，因为试乘车不会贴那个就是隔热纸，对，然后还有他的那个车牌，对，对我就从这两个来辨识到底是不是车主，还是说是试乘车。而且大部分都选择中高规，至少是 GT 以上的车型，因为
简单讲，当我都已经有这预算到所谓150万级距的这个 Peugeot 的408，所谓中高规的一个产品定位的时候，我当然想要换得的东西更多。比如说，光是个 3D 裸式的仪表板，对我来讲都非常有存在感。所以我觉得，而且又很炫。对，没错。很多人就喜欢很炫的东西。对，然后刚刚提到标准容积上面有536公升，这是中型 SUV 了啦。对啊，然后整个放倒之后有超过1600公升。它中间我觉得这是蛮多车会有欧系车啊，中间会有一个所谓雪橇孔。所以你可以单独把中间把它打通，那可以放一些长型物品、那当然因为我们台湾比较不会有下雨，很少下雪。问题是如果你把雨伞放后面，可是你要下车的时候突然下雨，我就从雪橇孔里面从后面拿那个伞就好啦。我常常遇到这种事。你好聪明哦。对，要不然每次我朋友我姐妹坐在后面说，你车上有卖雨伞，我说好，我到后行李箱，就都是我在淋雨。对，这个就是非常实用。而且啊，有一些品牌它雪橇孔要另外再加选，因为是跟那个。就是中央扶手，连那个6/4分离也要加钱，好不好？真的假？对，连后座中央连后座中央扶手也要加钱，好不好？很多，好不好？ Okay, 好了解。所以我觉得从外形来看，然后从空间来看，从实用性来看，虽然看起来它还是在跨界的跑旅游、但事实上在实用性上面真的是一等一，没什么话说的。不过我真的是蛮建议观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台休旅车，你倒不妨可以在这个集聚里面啊，你可以稍微每一台都去坐坐看。也许408你可能本来没有想到哦，但是它可能的这个功能性比你想象中休旅车还要更多的优势存在。好，这就来说来了，它的跨界新物种嘛，不就是408？如果相较于传统的房车，甚至于像是 Wagon 的车型，它到底优势在哪里呢？艾达？没错，冠宇，你可以看到 Peugeot 的408哦，它的这个射程火力范围真的是很广哦，基本上它就像小钟所说的，跨了好多个界，对，所以呢，大概适合各式各样的消费者来去购买。当然，它并非属于这种主流车种啊，但是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点了、冠宇，你刚刚提到说，它相较于一般的房车啊，跟 Wagon 来说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啊？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案例啊。其实我们有看到观众朋友们在讨论，就是说他想要换车啊，那他不想要再开传统的轿车或是现在主流的这些休旅车啊。他说如果我要开车，我想要开一个特别的车子，所以他挑选了两款车子来去做比较哦。你知道是哪两款车吗？不知道哎。第一个是这个Volkswagen 的 Golf Variant。这个车很特别啊、它是属于这个旅行车，就是冠宇你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Wagon 的车型啊、那另外一款车它就是讲到了我们今天在棚内看到的 Peugeot 408。这两款车你觉得它是同级的竞争对手吗？不算。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对不对？是。不管是价格啦，不管是车格啦，或者是它整个设计的一个导向跟理念跟用途来说，其实都不算是同样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一位观众朋友却拿了这两台车来作为这个他下一台购车时候的一个这个比较跟想法。为什么？第一个，这两部车的共通点就是开出去很有个性。对。非常的独特，是有这个个人的一个风格展现，绝对不像这个其他人说啊开一般的轿车或是休旅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参考价值呢，可以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这个思考的方向。但是他去看这两部车也觉得非常的有趣，你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他说我看了这个 Volkswagen 的 Golf Variant 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行李箱空间很足够，非常的实用。那福斯的这个驾驶的感受跟底盘也都相当的不错、重点来了，就是在路上呢算是比较少有的一个这个风格。但是呢，如果我买了这个Golf 的 Variant， 我可能会稍稍的去做一些小改装哦，可以再跟其他的 Golf Variant 做一些区隔啦。那他也去试开了这个试驾的这个 Peugeot 的这个408，他说哇，这个看起来呀、感觉这个空间呢、是一个比较这种紧凑型的一个感觉，但是他说他实际坐进去令他有惊艳的感受。首先呢，他说这个方向盘的尺寸啊，是非常的这个特别，握感特别好，很有在开，然后很有在这个开战斗机的感觉，因为整体的驾驶座舱的一个氛围啊。另外他说这个 3D 裸式这个仪表也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艳。还有，其实他一开始对于这个1.2的这个引擎的动力来说，他有一些觉得
这么大一台车开起来这样足够吗？事实上，就像小松所说的，透过这个变速箱的传递效应以及这一颗引擎很好一个扭力的丰沛的输出，所以他说开起来是很轻快的，尤其是他对于这个座椅的包覆性啊，他说哇，比起这个 Volkswagen 是要好上太多太多了。那他说当到了后座之后，更是令他惊艳了，为什么呢？真的，刚刚看到我的心腹空间好可怕。他以为啊会很小，结果其实不然的。他说，因为以成人来说，他个哦也不矮了，然后只有头部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压迫感呐。但以七步空间的表现来说是哦宽敞的不得了。所以他觉得说，他买车子呢，在家人呢，像后座给小孩子坐，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大人乘坐这种头部的压迫感。他说是非常非常足够的，尤其是行李箱的空间表现，其实也比这个旅行车稍微差一点点而已。因为他说，但是这两款车的这个行李箱的开口都是所谓的实用导向，刚刚冠宜你也看了嘛，那个行李箱的开口打开来之后是非常的一个平整，第二开口很大，所以你要载运各式各样的一些行李其实都很方便的去使用哦。那当然这就是在现在主流市场之外啊，我觉得可以展现个人的这个选车风格的不同以及价值性之所在啊，这点是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你看到没有，刚刚他这位观众朋友思考这两部车是完全不同调性的，但是他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跟路上所有人都不一样。我觉得特别的帅，真的要独特性啊。还有就是你真的不要车距的话，的确你要朝这方面来思考，而且你想要高质感，然后一般品牌你比较好亲民入手的一些车款的话，你只要进到不旧展间，基本上你不太会去打枪说它任何一个不论小到大的这个车款它的质感真的都没话说。但我们讲到高质感这件事情，在一般品牌当中马上大家还会联想到什么，就是另外一个品牌 Mazda， 对不对小叶？没错，那说到 Mazda 最近因为 CX-60 的现身让大家重新认识了这个品牌。那其实最近的 Mazda 又有新的动作，就是但也不算说很新，是因为大家如果有在关注车坛相关消息，其实在2023年台湾马自达他们自己的媒体的记者会上就有说，他们在不久的未来会推出一款定位更高的旗舰休旅车。那这台车其实不断的在台湾的市场中有一些蛛丝马迹所出现，像之前的车辆安全网，或者是最近呢有一台全新的马自达车款又现身了环保署新车排放的审验资料，它就是 Mazda CX-90。好，那消费者可能就疑惑说，那 CX-90 跟现在的 CX-9 有什么差异？那跟现在的 CX-60 到底有什么去区分？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其实在新世代的马自达休旅车布局有分小型跟大型，那小型可能就会比较偏向于横置引擎的布局，像是 CX-5 或者是 CX-50， CX-50 就没有进台湾。那如果有以未来可能进台湾的话，那可能就是像他们比较大型的车型，像 CX-60 还有 CX-70。 那60跟70基本上是双生车，只是说70它的车宽比较大，会比较适合像北美市场，那60可能就像台湾、欧洲或是日本市场。那另外一个就是 CX-80 跟 CX-90， 那也是一样双生车，都是三排空间的休旅车格，也是偏向旗舰的定位，只是说90又相较于80来的宽了一点，也是适合像北美市场。那大家就会疑惑说，那以台湾的市场来说，可能跟欧洲或日本比较相近，为什么台湾马自达想要进 CX-90 这个车型？是主要是因为呢，台湾马自达考量目前在 CX-9 在台湾的市场销售已经表现不错，加上它要与CX-60 做出一些明显的产品区隔，所以应该确认的是，在今年，也就是2024年，台湾马自达会引进这台 CX-90。那相较于目前的 CX-9 来说，主要的差别会是什么？首先 ，CX-9 其实也不大，其实也是蛮大，也不小了哈。它车身长度就来到5075mm，那轴距将近3米。但是如果未来的 CX-90，它的车身长度甚至来到了5.1米，那轴距也超过了3.1米。那以目前来说，在北美市场 CX-90 它有提供6到8人座的设定，那台湾目前当然还不确定。但是比较关键的是呢，未来因为现在看到环保署新车排放审验资料中 ，CX-90 它所送测的是3.3升涡轮增压的版本，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从 CX-60 上有看到这个动力。那像是其他的像 2.5PF 就没有出现，我是认为它可能是台湾马自达想要直接，我既然就进了最大的车身尺码，那我就不如进一个动力最高的版本。而且这个 CX-90 的这个 3.3 升的涡轮增压版本，它的动力比 CX-60 更大，来到了340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是，它外面用了一个全新的工匠孔，也是为了纪念它的混动孔刚好问世10周年，
所以它整个颜色的涂布亮了会更亮，深了会更深，那个对比会更明显。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的实车，那我们之前在 CS60 上看到了惊艳混动，是像浪当真的让大家非常的惊艳，所以也蛮期待 CS90 今年来到台湾之后340匹开起来什么感觉，这么大的车子开起来坐起来什么感觉，还有它的工匠会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年你有买一台这样车型 的定位的车款的目标的话， CX90 可以等。那至于售价的部分，我觉得以现在 CX90、以现在 CX9 跟目前 CX60 的售价分布的话， CX90 可能会大概会落在大概160万到破200万的定位，当然这是我预估，但今年应该就会有目标，就会有答案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极具有希望想要买的话，今年可以等一下。是有不少的消费者会觉得质感其实是用价格来堆叠上去，但现在因为随着造车的工艺越来越进步，这个不一定是画上等号的哦。当你要选到这个高质感而且要有独特性的跨界车的话，我想这款车它的趴数呢肯定已经又在往上提升了一截哦。当你看到路上这台车的话，你也很想知道车主是谁，阿克带我们来看看今天进到我们棚内的 Jaguar 的 I-Pace。 其实它很早期就投入市场，虽然它是小众品牌，但是它却品味出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开这种车的人他下车啊，那个穿着啦，甚至于他的言行举止绝对不一般，是吧？对，这台车呢，的确它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那、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这台车呢其实它很早很早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雏形。它在这个 Jaguar 它在早期有一台叫做 CX75 的这个概念车，它是出现在电影里面的。可是其实它是这个2010年就大概看到这个样貌的车子。哇，10年。对，2010年。然后这台车呢，这个 I-Pace 这台车呢，它是到了2018年、就已经正式量产。然后台湾呢是2019年引进上市。然后它是一台纯电的这个跑旅车。你可以想说，你看现在2022、2023，我们看台湾这个电动车市场，算是非常多的产品。可是这台车呢，它是真的是走得非常前面。很前面。你看19年来到台湾，那时候这电动车大概有那时候手指数得出来。对，感觉好像只有特斯拉，大概就是它。对，特斯拉，然后也是像 EQC 那时候还在吗？对，就是像那时候宾士 EQC。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台，或者是奥迪的 e-tron， 对，然后再来大概就是这一台，就是屈指可数嘛，对不对？我记得18年我跟艾大去英国的时候就看到这台车，我们在那边看一下，我说哇，这根本就是概念车，哇，好特别哦。然后这边惊艳连连。可是你现在如今2024年了，你再看到它，你还是会觉得它很帅气、很独特哦。对，没错。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设计师的功力，对，设计师的功力越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十年之内都不会掉漆。对，你细细品味越。看你会觉得说，就怎么看都有一个独特感的存在。对，没错啊。那我们来讲说它的这个造型好了。像这台车呢，目前这个 I-Pace 在台湾有分两个等级。一个叫做这个跑魂版。跑魂。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黑魂版。那这一台车呢，它是这个售价在比较高的，售价332万的这个黑魂版。黑魂版。对，黑魂版呢，它有什么特色？就是说，它在车上用了很多黑色的套件。就黑化了，对，黑化就是包含说这个后视镜啊，或者是这个车顶啊，然后车窗框这些是这个黑色的，还有这个轮圈的部分。然后呢，另外在这个车头的部分呢，像你看它前面有一个这个封闭式的水箱罩。OK， 对，封闭式的水箱罩，它其实虽然你说电动车不像说内燃机车辆，你说水箱罩可能要做很大很大的进气孔，对，提供好的。不过呢，你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说它这个水箱罩它其实有一个导流的设计。因为引擎盖这边有一个，那个是有实质作用吗？对，它有实质作用。我刚才其实有研究了老半天，我这个打开来看，它有做这个气流的通道。哦，是哦。我会发现说，它前面其实那个封闭的水箱罩，它上面有一个小的通道，然后可以把这个气流导引到这上面来。意思就是让它的空气力学做得更好，对，让它有更低的风阻。没错，没错，对，没错。所以说呢，你看这台车呢，它的搭载是这个90度的电池，然后它的这个行驶续航力就是 WLTP 的这个测试标准是470公里，比之前提升很多哎。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它有400匹的最大马力，然后扭力是71公斤米，所以说以这种就是这种尺码的这个跑旅来说，其实它的这个动力表现也是像是相当符合它的这个身价跟地位的。没错，你光从外形的它的独特设计，你就知道它的定位应该算是在性能的电动车上面，对，是吧？对。然后我们接着呢来往这个车子后面看，来，我们来走后面一点啊，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它这个侧面的这个造型。它这样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它是休旅车的跨界跑旅的吗？
这个感觉。一开始我们不是有看到那个就是另外408的这个设计嘛，对不对？其实你看它这个，你看在早在这个2018年就已经做出这样的造型，跨界新物种，对，跨界跑旅的这个造型。嗯，那其实它定位，我觉得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我觉得做起来就是那种中大型 SUV 的那个感觉。嗯嗯，因为它的轴距呢，其实已经到了2990。已经是接近3米的程度，嗯，欸，它的这个空间表现。那另外呢，我觉得它这个，你看它这个驾驶座，车舱的这个设计质感，它的细部质感是相当棒，也很有未来感。你说2018年的时候它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会知道说2024年现在流行什么？对啊。可是你看它很多的这个科技的界面啊，哈，有三个荧幕，哎，对啊，在那时候就觉得很炫了。现在看起来，你还是觉得它是市场主流，对对对，對啊，没错。然后呢，你看它的这个中控萤幕呢，上面一个10寸，下面一个5寸的小萤幕，嗯 嗯, 嗯，然后等于说它把这个功能做一个区隔出来。了解，所以下方的那个小萤幕是空调的部分，因为它还有实体的这空调的旋钮嘛。对。那上面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影音的功能，对，导航、TV Pro 啊，对不对？而且它也支援无线 CarPlay 啊、Android Auto 这些功能其实都有。嗯。然后另外你看它这个跑车座椅，哎，这个也是相当。造型，对，这个是选的吗？比如说内红色的内装哈，这样子跑车型的座椅，它也是在这个车型上面是标准配。其实我刚才看的这个选配表，它这个其实是在车的标配哦。嗯，天哪，你说300多万？对啊，所以说你看它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放到现在看，你还是非常吸引人。哎，如果说豪华品牌里面，你说双 B 的电动车，我觉得这台车没有想到它竟然这样价格定位，真的还蛮可以的。没错，所以我觉得说，虽然它的定位是很独特，可是我觉得它一些细节、一些设计真的是值得让大家来看的。还有，你看它那个是真的卡蹦式板哈。对啊，这个看起来就是你看啊，这个四个车门的这个门饰板都有这个碳纤维的这个饰板，而且你看全车它几乎看不到一个就是完全平面的地方，对，每个地方就是做的细节的处理啊，然后这种凹凸有致的这种感觉都是很棒的。车内氛围是满满的跑车魂啊。对，那讲完设计以后，来看一下就是比较实用性的部分。实用性的部分，你看外形虽然很帅哦，但我们说现在跨界新物种就是为了追求有帅之外呢，还要有实用嘛，哈。对，没错。那冠宇要不要坐进来体验看看呢？刚才我坐的是408，我觉得它已经车内空间让我很惊艳了。前面这个不是阿克的位置哦，是爱大的位置，因为他刚刚说哦，这台车好帅哦。他坐进来之后，他调了他的椅子的位置哦。来，大家看，其实我这个膝部的空间是很好的哦。再来头部的空间，因为它有一个玻璃车顶，这个玻璃车顶大加分，它让我整个头部的空间感觉像休旅车。对啊，没错。对，所以它的定位是跑旅，没错，啊，真的头部空间非常非常的好。不知道观众朋友透过镜头是不是可以看得到，真的是超过2个拳头以上，好，真的很好。然后以及腿部呢，支撑性也很好，然后我腿放的地方也很舒服。然后后面它竟然还有这两个这样空调。对，它这个等级呢，它就有标配的四驱恒温空调。四驱。对，所以你看后面两个选择，其实也是后面独立两边的那个温控。超好的标准配备哦，就是这个等级黑魂版的这个。我必须说，像在宾士上面啊，它只要后座有那个冷气出风口，要变成四驱，你都一定要另外再选。对，没错，对不对？除非你买到那种旗舰车款 S 啊，或什么才有。哦，真的很棒哎，实用性也有了。这个跑车座椅，它这边这个洞洞我非常喜欢，因为下车的时候把它当扶手。好帅的车，然后又有实用性，我觉得超棒。然后你看，它2018年的时候，它就有隐藏式的门把。对，真的走得非常前。你看后来所有的车款都是一样，都是采用隐藏式门把。对，然后接着车尾部分是我觉得这整台车这个设计部分，哎，最值得拿来讲的地方。你看，包含说它这个前面的尾翼加这个就是凸出来的车尾，对，它有点形成像是这种双层尾翼的感觉，然后这样的这个尾灯呢，也是这个 Jaguar 它这个家族化的这个尾灯造型，然后另外呢，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李箱空间，我觉得它屁股做得很好看哎，对，你看还有那个减速弯的那个 LED 的车尾灯，对，车尾其实它的存在感跟这个辨识度是蛮高的，然后另外在这个行李箱空间，它是做得很平整，虽然它这个后面呢是采用这种斜背的设计，可是因为它这个深度够。所以它的行李箱容积其实是超过500公升的，哦，很实用哎。然后下方也有一些就是分层的设计。对啊。哇，它那个分层设计我觉得好棒哦。对啊。对不对？所以说，
打气机、补胎剂全部都在里面。对、啊，然后另外后座呢，它有这个424的这个后座椅背有这个分离功能。对，然后电动尾门也是标准配备，还有它这个车色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对不对？对。哦，刚才我们讲到 Mazda 不是有就是真的专门针对车色在就琢磨吗？对，其实我觉得 Jaguar 的任何一款车，它的车色也都有一些学问哈。对，没错。消光影。对，像这个 Jaguar， 它之前也有说过，说它未来要转成就是全车系电动化的这个计划。嗯。那这一台呢，等于说是它这个计划的这个开敲门砖。对，然后其实看到这台车的设计，真的还非常期待说之后它推出了电动车会是什么样的样貌？没错，我们刚刚看到 Jaguar 的 I-Pace 啊，2018年问世，2019年来到台湾。现在呢，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已经进化到了470，那当然是比早之前的时候要再进化了不少。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续航里程，其实是已经算是市场的主流了，而且消费者根本就是不需要有一些里程的焦虑，对不对，小宗？其实续航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包含到现在来说的话，大家还是觉得电动车续航力应该是越高越好。毕竟充电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个充电桩还是没那么普及，然后充电速度再怎么快，可能还是要20分钟才能充饱这个80%的电哦。那问题是哦，其实美国那边有一份来自于这个德拉瓦大学的调查很有趣，他说假设哦，你不影响、不改变你固有的这个行驶的模式、行驶的方式之下、用车习惯之下，那你觉得？你这个需要一台续航力多少的这个电动车哦？结果有将近40%的人觉得，其实它的电动车续航力大概230公里就够了。这是来自于美国大学调查。美国其实这个地大物博，对，它不像台湾这个地很小、哦，他们觉得230公里就够。那事实上大家看到数字就觉得，200多公里可以吗？如果今天真的有市面上一台电动车，号称我的续航力大概不到300，200多，我相信应该真正想会买单的人应该很少。但问题来了，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想我们一个月的这个开车里程到底多少？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开车的话，大概1000多2000公里差不多。除非你今天是工作是业务性质，或是你今天是跑 Uber， 那我觉得另当别论。假设我们是单纯的上班族，每天开车上班哦，基本上每天开车上班的人已经不多了，在大都市里面，那每个月大概1000到2000公里，那你平均换算下来，一天平均里程大概50、60、70公里左右。那你说，假设今天一台电动车续航力230，可以够你开？快要一个礼拜，当然是够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关键还是在于说，电动车发展一个阶段。如果像早期的话，可能充电桩速度，充电桩的数量不够多，充电速度也比较慢一些。这时候我当然会希望我这个电动车续航力越长越好，毕竟充电就是比较没那么普及，比较不方便嘛。但是随着这个电动车发展的这个时间一直往前推进哦，充电桩速度反而是现在一个最大关键。大家去幻想一下，想象一下，我们要极端的一个比喻。假设今天只要你去停车的时候，不管是路边停车啦，室内停车场等等，你就一停车，旁边就有充电桩可以让你去充电。这时候你真的还会在意你这台车原本新车的这个续航力到底是300、400还是500吗？是，你随时都可以补充你的电力。没错。所以我觉得这是发展阶段的差别。那也显现说，其实随着电动车不管是全球发展，台湾的发展，这个市占率一直在往上。快速的增加，那关键还在于说充电桩的速度到底它的普及度到底有多少，才会影响到其实我们对于续航率的要求是有多少。那刚刚介绍 Jaguar 也刚好提到，其实美国那边在2025年的时候，美国 Jaguar 就开始会把所有的电动车的新车的充电的规格变成所谓 NACS 哦，也就是跟特斯拉是一样的规格。那为什么这样做？也是因为特斯拉的这个不管是目的地充电站啊，或者超级充电站，他们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嗯，那这个时候代表着我开的 Jaguar 的电动车，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充电桩可以使用，选择性更多。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回到我们讨论续航力到底有多少，真的它的这个比重的在意的程度会慢慢的下降。所以这也去改变说我们对于电动车的要求在哪边。如果我们现在对于续航力的要求没那么高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新车的电池的容量可以再小一点点？这时候其实车子的这个性能的重量也会更好一点。对，续航里程也会增加。对，这个其实反而是个正面的循环，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去思考一下，你到底假设你真的想要买电动车的话，续航力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重要？不是说它完全不重要，而是它是不是要在你心中的占比占了那么大的一个成数哦？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们看到呢，带大家看到这两个虽然是小众的品牌，但是品味出众。但有一些品牌它是大众哦，但是却把自己卖成了小众啊，是不是？挨打。这讲到这个真的是太好笑了，大众品牌把自己卖成的小众哦。到底是哪两个品牌？是二 S 啊，就是这个 Suzuki 跟这个速霸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2023年这两个品牌到底卖了多少台车啊？以 Suzuki 来说，它卖了6406辆，在2023年的全年度啊。但因为它车型的机种数并不算多哦，而且呢，其中有一个热卖的车种叫做吉姆尼啊。对，这吉姆尼是缺车的状况之下，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数量给冲出来了。所以严格来说，它只有三个车型，也就是说 Vitara、Swift 跟 Ignis。那当然 ，Swift 的还是属于现在牧场上这个比较稀少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小型的掀背车来讲，所以它还是有相对稳定的一个这个销售，有3555台的一个挂牌数量。不过目前呢，它的这个经销商里面库存还蛮多的啦哈，现在要去买算是一个好时机，可以好好的来议个价。那另外 Ignis 这个车型也是属于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小型车，那当它是所谓的跨界的一个掀背车。为什么说它跨界？其实它有点加高了哈，但对它这个车辆的这个设计上来讲呢，各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相对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冷门的市场，并不表示说它卖不好。我觉得1000多辆也 OK 啦，因为一个月平均大概也有个将近100辆的销售，还算不错。那 Vitara 就比较惨一点点了，是它里面卖的算比较差的车子。它的 Vitara 只有卖了372辆哦，因为对标来讲，我们常在节目中讨论说，大家对于跨界休旅车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大家会以进口车啦，大概100万上下的这个级距来去看待这个车型。那 Vitara 其实呢，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这个级距进口的。然后呢，4米3以内的穿梭都会是灵活的，再加上其他还有4轮传动，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车款，我觉得哦蛮不错的。那可是事实上却没有卖啊，因为相对它这个同样车身尺码的车来说，你如果要看到是 Volkswagen 的 T-Cross 啊，2023年也卖了800多台。也有800多台一个销售数量。那如果再讲说那个聪明的就懂啊，那个叫什么？叫做 Skoda 的这个 Kamiq 啊，哦，那就厉害了，它卖了快2000台哎，哦，所以你就会发觉这样一个 Suzuki 就从大众卖成了这个小众，算是蛮可惜的。毕竟因为它本身是经营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小型车的市场为强项啊，那在台湾大家现在开始走跨界休旅，它比较吃亏一点点啊，但是。也没办法啦，但只能看他自己要想办法去努力。但另外一个品牌速霸路那就不一样哦，速霸路你看看他全年啊，总共品牌卖了4300多辆车，比 Suzuki 还惨呢。然后最近大家应该都会看到这个在社群媒体上有非常多的广告、啊，什么什么什么感恩大回馈啦，降价10万啦，还有什么破盘价啦、绝版价都来了，是怎样？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总代理要退出市场了嘛？还绝版价？因为车子没有绝版啊，车子还在卖啊，车子国际间还有很好的一个销售，甚至说以它这个最主流来讲，我们台湾这种百万的中型 SUV 的市场来说 ，Forester 那个在美国可是大受欢迎的品牌，竟然它只有卖2029台，是2023年全年度哦。人家 CRV 一个月都卖2029辆，都超过 Forester 全年的销售数字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惨烈的这个经营模式啊。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WRX 是含 Wagon 哦，两款双生车型全年度才卖596辆，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大概是50辆的这个销售数量。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才看到，这个2023年12月的时候，他还宣称说啊，我们现在跟租车公司合作啊，有一批的这个这个车型呢要出去，这平均一个月卖50辆，其中有10几辆都是租车公司挂牌挂去的。我真的觉得你如果有这个预算哈，你为什么不把这真正真心的拿来回馈消费者，把你的售服来去做好，把你的这个对台湾市场尊重的程度来好好的做好。你不好好做好，你这个车子产品再好不落地，你还是没有办法卖得动。另外他卖的比较差的就是这个 Solterra， 就是电动车，这个是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前面呢，因为这个他母厂的这个关系啊，他停了很久了，停了很久。那后来呢，也就热度过了，也就炒不起来。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代理商在台湾要能够
跑得动啊，我觉得真的是要接地气了。冠仪，你有经营自己的试车频道嘛？对不对？嗯。所以你对于啊浏览数啊，对于按赞的次数啊，对于留言次数的这个比例组成，应该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啊。最近这个选举，对不对？也在看很多大家都在讲说这个选举的直播人数、观看人数跟按赞数的比例是不相对的。哎，我就是在今天录影的当下才看到的这个广告，叫做“速霸路亚洲”，这个是台湾代理商城的这个直接经营的，城上集团直接经营在这个整个亚洲地区的这个粉丝专业啊，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广告啊，叫“同级唯一标配跑车计时器”哦，哇，超强力多，震撼优惠啊！你看到没有？它有 7.9 万次的观看，很厉害啊，超厉害的，对不对？你觉得它有多少赞？赞7.9万次的观看哦，起码要四五千以上哦。哎，它只有32个赞。哦。然后呢？你觉得应该有多少留言？留言啊，大概起码也要7万，将近8万个浏览次数。浏览次数，那留言应该要破百吧？只有2个留言啊。所以这个比例是不对的，我就说这基本上他根本就是在掩耳盗铃啊。老板如果说我不管我的广告一定要有浏览次数，所以广告公司想尽办法买数字给老板好看好交代，结果大家看完又怎么样呢？那个数字都是骗人的啊！你把秘辛讲出来了，数字都是骗人，没有人按赞，没有人留言嘛，甚至根本没有反映到整个销售的状态上面嘛，上面就只有卖了4310赞。我不是把秘密说出来，我是。真的很真诚的呼吁速霸路台湾的代理商应该要接地气。你有这些预算买这些广告了哦，买这个假的这个嘛，买这个浏览次数，也没有说它是假的，你能他告起码有下广告。对你有这个预算买这个广告哦，你不如真心的把这些钱好好的拿来什么回馈消费者，好好把你的售服给做好。其实我们在这在座大家媒体专家。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接触过这个叫做消费者的投诉啦，都说哎呀，这个小叶大哥，我想请教你，我的这台速霸路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原厂说不保护什么什么，你能不能帮帮我？每个人都接触过，每个人都接触过，所以我真的是真心的希望他们认真的看待我们台湾的消费者。你有预算，你好好的来去反映在你的忠实的顾客上面，好好的照顾他们。欸，我真的觉得艾大说的很有道理。也许你只有卖4313，但是你好好服务这4313个车主，是他有可能之后他会影响他10个周围的朋友。是啊，对不对？对，不然你打那个广告都绝版了，我还敢买，对不对？买了就绝版了。不过其实这两个品牌啊，他们的车辆本身啊，真的是没有问题。你看哦，在国外他们 Suzuki 啦，或者是 Subaru 真的卖得很好，甚至于像 Subaru 在美国啊，在这种这个消费取向的榜单上面，它可是常客哦。甚至于连 Suzuki 啊，它也是小车专家，而且还超有骨气的，对不对，小叶？对，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大家比较偏，在台湾市场来说比较偏爱中大型的车或是休旅车。那 Suzuki 这么多年在经营小车这一块，相对是比较趋具劣势的。但说真的，我们都开过他们的车，在车辆本质像刚才冠仪说没有问题。对，好，对，其实都是非常的出色。为什么还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我记得。你看哦 ，Suzuki 跟 Toyota 这两个，我们相信在整个车厂的规模来说，应该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但是在2019年，当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甚至 Toyota 他们也买了 Suzuki 的股份，大概约莫5%。那 Suzuki 也买了 Toyota 约莫0.2%的股份，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属于交叉持股，相互合作，互相去提出一些对自己，比如说还不错的科技，像 Toyota 可以提供像 Suzuki 的一些 Hybrid 技术啊。那像有一些市场，比如说像是Toyota 比较位极，或是 Suzuki 比较位极的市场，他们可以互相贴牌车。哦，比如说像是欧洲来说，他们就有一台叫做 Suzuki 的 Across， 它其实就是 Toyota 的 RAV4。因为 Suzuki 没有做这台车嘛，那我就利用 Toyota 的资源，这就是互相互补的一个概念。当然。互补的逻辑就是什么？就是我可能我这个市场我比较没有，或者是这个车型我比较没有，我借重你的帮助。但是有一个关键，刚才说关于说骨气是什么？就是我的神主牌当然不能借你嘛。比如说 Suzuki 的神主牌是什么 ？Jimny 嘛，或者是 Swift。刚才看销售数字也就知道。所以这两个车型 ，Toyota 好像似乎曾经想说，不然这两个车型也借我，挂一下我们的牌子，我们来卖这样。但当然 Suzuki 是不答应。
哦，大家就想说，那你现在是不是 Suzuki 这样？哇，你比较小，还比较有骨气这样。其实相反过来也是一样，像是 Toyota 本身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招牌的车型叫 Land Cruiser， 其实它也不会借给 Suzuki 去挂牌啊、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互相互补，但是有些基本的最精华的部分，我还是不外借，这还毕竟是我的品牌价值嘛、嗯，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也有说就是。既然 Toyota 看到了 Suzuki 这个好像它的 Jimny 卖这么好，那我自己是不是要来加入这个市场？其实有，其实当初啊，在 Land Cruiser 这个新世代250发表的时候，它在那个舞台上后面就有一个小型休旅车的剪影，而且长得很像是 Land Cruiser 250那种方方正正的。其实有说这个、就是、类似 Jimny 这样吗？类似差不多那个概念这样，对，而且它那个名字就叫做 Land Cruiser FJ。然后大家就想说，哎、欸，这个很像是当初 FJ Cruiser 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吉普车的一个新世代的版本。那其实这个也都确定，就是说未来哈，就是他们会把这个 Land Cruiser 的宇宙逐渐的扩大，那会推出一款比现在我们看到新世代 Land Cruiser 更小的车型，可能就叫 Land Cruiser FJ。那的造型可能会像之前的 FJ Cruiser 那个样子，非常的原汁原味，非常的粗犷。那车身尺码绝对也会比现在的 Land Cruiser 来说就更小一点。所以呢，没关系，你 Suzuki 不借我没关系，我 Toyota 自己打造哦。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的车型哦有兴趣，我觉得这一年来说，2024年来说，应该会有更明朗的消息。但会不会导入市场，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可能要先到整个 Land Cruiser 新世代到台湾之后，这个新的车型再看看会不会引进台湾。我们讲到 Suzuki 啊，它的当家花旦就是 Jimny 啊。如果你对于各式各样的改装的 Jimny 已经审美疲劳的话，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改装厂真的很有想法，而且呢，它非常的有创意哦，竟然可以把它改成这样，而且完成度还相当高，是不是阿克？哎，没错，这个是的话是接下来就是这个2024年的东京改装展上面会推出的两辆车哦。那这个改装品牌呢，叫做 DAMD， 它是一个日本的这个专门为 Jimny 啊，就是量身打造的这个改装厂。其实呢，在这两台车之前，它曾经有推出两台车，一台呢就是叫做 Little G， 还 Little D。那个时候呢，它就是等于说是缩小版的那个宾士 G， 还有那个 Defender。然后这次呢，这两台呢，哎、欸，可以看到它这个其实车名就是。也是蛮有巧思的，它一台叫做它，虽然它那个符号是三角形，它其实就叫 Little Delta， Delta 就是三角形的意思。然后另外一台叫做 Little 五， Little Five。那为什么要叫这两个车名呢？如果说你是比较熟知这种经典车、经典拉力赛车的这个朋友呢，看到这个造型应该会大概有一些概念。没错，它这个 Little Delta 呢，它就是致敬了这个兰基亚的 Delta 的这个拉力赛车。你看它那个四圆灯的设计，还有那个经典的这种就是双口字的这个水箱罩，然后另外还有这种车侧的爆龟造型，有没有发现它的尾翼还做一个就是那个上翘，对，一个上翘型的尾翼，然后你看它的轮圈还是这种经典的那个 OZ 的这个拉力赛的这个轮圈，嗯，然后这一台真的是致敬的非常完整。然后另外一台 Little Five， 它就是致敬这个当初的雷诺五号 Turbo 这个赛车哦，这台拉力赛车。所以你看它这个车灯就是那种当初雷诺五号这个方灯的这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后轮拱跟前轮拱部分也有做出就是类似那时候赛车这个爆龟的这个造型。那这两台车在这个造型上面，我是觉得这个致敬复刻的相当完整的。不过呢，就是在这个性能表现方面呢，就是跟这两台车相比呢，当然是天差地远的啦。因为这两台拉力赛车，当时他们就是以这种小排气量涡轮，然后还可以塑造出这种300-400匹的这个动力。嗯，然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那种所谓的这种拉力传奇。而这两台车呢，它就是针对这个外形进行做改造，它的外形，对，它的动力部分呢，它就是还是维持就是原本的这个。